能到这儿，那么我做控钩，那此时我的右手这个位置，我的手指必须是，虽然我现在没有这样张开，但你能感受到我这个位置直接是放它，我是放它，我并不是把它这样往里勒的，能理解吗？我把它的方向是把我往手指的方向引导，它的头部重量就会靠在我手上，此时我的头跟它形成一个对抗平衡，这样我把它的位置才是饱满。OK， 试一次，可以吗？再试一次。